你拿手机在查资料吗？没查资料。咋了你？医生。别怪他，你自己看。病患由于长期脑部受到撞击，造成暂时性失忆症。洋洋失忆了。嗯，你是？我是你老爸。别想骗我，我老爸绝对不是你这样子。杀！这才是我爸。你失忆了，还记得登录账号？我刚注册的。爸爸五谷丰登的相信你。什么意思？李医生，您从医多年，人品有口皆碑，肯定不会作假。但从医学角度看，洋洋有没有可能是自己假失忆？这是诊断资料，失忆千真万确。真失忆还是假失忆？试试便知。终于养出具有败位的。这是你的。以后让你自己保管吧。谢谢爸。我只明明有2000块。你不是失忆了吗？怎么还记得？翻聊天记录看到了。你去医院前拿破手机了，这个才是你的，你自己看。你刚存钱一天就意外失忆，虽然你忘记了，但你失忆之前老爸从来没骗过你。儿子，三阳开泰的相信你了。难道真失忆了？正好重新练号。过去的什么事你都不记得了吗？过去基本都忘了，只记得老爸语音的样子，还有一串奇怪的数字。你不是想知道你失忆前过怎样的生活？天天打游戏啊。怎么会？你失忆之前是一个很爱学习的人，每天准时6点起来读书。我让你玩会游戏，熬一节课，你非不玩，还偷偷跑去书店看书。我要是出门一趟，你在家别玩手机。爸爸，兄弟，妈妈走起。有你这么乖的孩子，可想而知，我们父子之间一定像朋友一样，亲密无间。彼此信任。爸，我们说好。Abandon memory。爸，什么事啊？老爸出门办点事，你在家不要偷偷学习啊，在家好好玩游戏，我回来检查。看书都来不及，老爸还想让我打游戏。过去基本都忘了，只记得老爸隐约的样子，还有一串奇怪的数字。你是不是很好奇我怎么知道那串数字的？你是谁？是你让我来的，准确的说是失忆前的你让我来的。